将会是灵隐寺对阵紫禁城。那灵隐寺的话是5胜1败，那么紫禁城的话呢，在昨天是1败1平，有4胜的这样的一个战绩。紫禁城昨天的一败好像是输给了国子监是吧？对，在最后一场，因为可能看到鸟阵的时候大家都比较慌，是会不会脱平啊，最后的话还是有一方选择先冲刺了。好的，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灵隐寺在这两天的这个阵容以及阵法上的选择。那么他们阵容的话比较喜欢上地府普陀女儿天宫龙宫这样的一个门派，没有选择上他的物理吗？然后他使用的阵法的话有三长虎，那应该这个是他的报名图，应该不是他这两天比较常上的，因为这个版本你不上啊，他这个是报名的，对，你不是不上狮驼岭的话其实很难，而且通过这种古阵的话，这种攻击型阵法肯定会选择让麦兜的这个物理系站在虎头的位置。那么剩下的两把阵的话，鸟阵和云阵，果然还是没有丧失他这个云之子的这个称号，云阵给你开一开的。我们现在想展示的这个阵容的五个门派，确实是他们的报名的而已。然后再来看一下总经验的话，4300亿，这个算是偏高。灵隐寺的总经验还算是比较高的了，平均下来每个号都800多亿吧。是这样的。那么他们战神的话是有950万，不知道是否有携带，因为昨天有跟国子监的这些小伙伴聊过，说自己的战神其实是没有带的，不知道。国子监没带。对，因为这些战神的话，我之前有看数据，都是统计区里有战神，并没有说是否携带了这些战神。因为现在战神的加成并不像以前那样恐怖了，可能很多指挥觉着我什么时候还是得硬件齐全了，攒一攒，我多攒攒能好一些。可能现在这个900多万就相当于之前的300万。那我们来看看紫禁城。反正现在战神这个东西啊，真的比以前削弱了很多，作用小了很多。以前说3000万战神，谁见到都怕。对，没错。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紫禁城的这个报名阵容，选择上了方寸、狮驼、女拔木、普陀以及女儿，这也是他的报名阵容。对，报名阵容里面的话是有个方寸，那最近的 PK 中的话方寸表现还是挺好的。对，他的催眠是非常恶心人，拖节奏的话，以及我实在不行我没愤怒了，我催你一手让你出不了手。而且昨天的好几场比赛我们都有看到紫禁城不上女儿村，就用两个卡速风来打。对的，就不抢速度，看一下前期我就扔出来了，我就告诉你，我虽然你报名图没看到我有封天宫，我就告诉你我就有个封天宫。对，看一下今天的淘汰赛比赛时间从90分钟变成了120分钟之后，还是否会沿用这样的战术。因为有没有易速其实相对大家都懂的，就是有没有易速会有一个场上主动权的一个问题，当然没有主动权不代表不能打，所以就看这样的比赛中是否还需要再去抢这个易速的这个主动权的问题了。然后阵法比较多变了，两把鸟两把虎，有鹰有云有云，总共打了6场比赛，开了4个不同的阵法。对，就不断的再去双方博弈嘛，有的时候会顺着对方指挥的思路想，有的时候会逆着对方指挥思路想嘛。你就像今天早上起来可能开一把云阵是想要克到对面的，但是没有想到对方的话也是反运用你这个套路了，直接一把龙阵进来大克了云阵。不过好在观战方的话当时紫禁城临危不乱，然后扭转了这个。据说好像是差一点点据说好像差一点就被输了。对，因为给力的龙宫当之无愧，现在是排名前3的龙宫了，非常暴力。我虽然没有看啊，但是据说那场暴力对冲的时候，给力的那个龙宫开场第一回合直接就法爆了4-5个单位。对，非常的暴力，他起了龙战以后，可能顶罗汉也能秒2000000的数据。好，我这边看到，这边已经听到紫禁城的选手们在喊可以了，大家稍事片刻，应该可能是有速度或者有一把大克出现了，应该是有一把大克。那比赛应该是正式开始了，但是延迟大概2分钟，我们就可以切入到比赛画面。在比赛开始之前，我们还可以再看一下比赛选手们，这些选手们的这个状态。对的，没错。那么比赛的话，马上就能切进来。
现场我们能听见阿七在疯狂的喊。我好像听到了什么脏话。没有没有没有，你听错了。他在不是不是，听错了听错了。我其实是想说这很真实，你知道吗？好的，现场上观众也是给予我们选手们非常积极的回应。那么我们等一下比赛马上就能切入战斗了。其实我觉得哪怕是我说真的，我觉得哪怕是有一点点脏字在里面，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真实的，没有必要掩饰。因为大家在，我相信很多热爱 PK 的小伙伴在自己打 PK 的时候多多少肯定会有脏字的嘛。对，天浩你玩 PK 的时候难道没有爆过脏字吗？我不信。我没有。你还真没有？ 我特别有素质，就是脑头顶上写两个字素质。哦，我信了，我差一点就信了，你知道吗？我当然喜欢打 PK 的小伙伴都是很真实的，会表现自己的情绪。PK 怎么说呢？这一场的话，就相当于手心手背都是肉，双方都是，我们谜底公会的这种王牌战队。那么双方的指挥的话也非常的熟，谁输谁赢的话，可能觉得都差不多。但是柯震恶的话，这一把估计刚才听他们说可以，感觉柯震恶有点悬了。飞天蝙蝠有点晕。好的，那准备的也是差不多了，我们也准备进入到游戏画面来看一下这场比赛。好的，我们看是一把哇，云阵打观战方的这个鸟阵。哦，观战方是刘颖四。是的，观战方这边的话是一把鸟阵贝大克，对战方是紫禁城。我们把这个画面切回来了。好，把画面切回来了。哎，这场比赛好像有点是上午的这个 PK， 麻烦我们导播老师来切换一下这画面啊。哎，这场比赛是上午的录像了，大家稍等。出了一点点问题，大家再稍等一下，我们重新切换一下啊。切了一场今天上午16-8的一场比赛了。对，导播老师好像比我们还紧张呢。那我们继续回到这场比赛，是一把云阵大克对战方的鸟阵。刚才的话有一点小耳吃，因为大家可以看到一个细节，观战方有战神抱抱，对战方也有。然后在之前的 PK 大家可能也看到了，在流花湖也有抱总的这个身影的出现。就是刚才我一看这个抱抱，看到抱总这个号，我还在想，哎，这个是不是贝大克了？对，没错。那么这样的话呢，是一把云阵对战方鸟阵的这样的一把大克，可能对于刘颖四来说的话，开场会有一个小劣势。那么速度刚才没有去细看，一会儿我们可以看看是否有拿到这个风系的速度以及这个物理的速度。下回合重点是要看一下速度情况，不过物理一速基本上就不用抢了，可能会非常不现实。但是风系的速度还是可以考虑争一下的。观战方这边女儿村是全场一速吗？是全场的一速。观战方的话选择上了女儿武装的双峰，没有选择上之前自己天宫以及方寸这样的一个双峰。对战方的话给自己观战方的二速给了一个凝滞，知道自己一速抢不到，还是要抢一下剩下这个辅助系以及风系的速度。然后对战方的话是使用的是方寸的这样的一个一速风，所以没有抢过观战方这边的女儿村。那我们两个输出点的话毫无意外是比观战方两个输出点都快得一筹，这个时候的话也是选择叫出来了一只蛇来保证自己场上召唤物的这样的一个充足。赛前还在聊呢，这个二狗开阵喜欢鸟，结果这把二狗现在不太想开，就是奔放的这种阵法，对，比较求稳。但是这把求稳的话，可能观众方银河以及阿七对他比较了解，觉得二狗现在这么稳，那我给你吃一把晕眩。你求稳，我就来一个不稳的。哎，这边直接砸了一下，差一点点，直接砸死。一口咬了3000。对他这个的话，因为二狗是一个比较注重细节的这样的一个指挥，他觉得差不多，你其实这可能就剩下一个几十血，血量剩的不是特别多了，可能就剩下一个几十。哎，双狮博买一送一来了，然后暂时性的对战方式优先双蛇成型，哦，直接9000的伤害，哇，这个大克伤害实在是太恐怖了。对，俊杰的石头岭再配上大克，对于二狗来说的话真的是很难。那么宝宝的神率的话，如果稍微高一些，可能还能再往后看一下有没有这个进攻性的操作，但是前期这样真的很难对于他来说。
不过观战方的狮驼岭的话呀，被反震的也比较惨啊，直接是残血了。那么这样的话呢，一宿女儿继续选择去套对战方的方寸，如果没记错的话。哎，这个方寸的话还是需要分身才行。虽然他变了慢珠想要抢一宿，但是只要没有抢到的话，还是要赶紧尽早的去分身。对的，没错，因为自己没有一宿的话，还是分身躲进去比较稳。那么也是选择上了这个丰田宫，在这三四连丰田宫才出现这种浮出水面的感觉，之前感觉没有见过这个风系的天宫。之前除了女儿村，就是也就是武装和方寸。对，包括这几连武装出现的几率都很少了，就是方寸和女儿这两个比较强势的风系嘛。那观战方这边二号位的宝宝直接神佑，哎，对战方是蛇也神佑。好的，这样的护神蛇也神了。还可以，能接受。不过这样的护神对于紫金人来讲肯定是亏了点的。其实还好，因为毕竟大克在手，速度在手，我慢慢磨你就好了。你就像之前有看插联赛的时候，你这个把蛇神就是了，我可能连两刀你又飞掉了。就这样，因为毕竟零影四团队还是处于这种在组建的状态，就像你说的，不是究极体，不是究极体，包括他的这些宝宝的成型状态啊，包括灵视的解锁方面呀、啊，可能相对于其他豪门来说的话，还是有一些差距的。你看对面的宝宝名字，三号位是向死而生，五号位就变成向前而生了，是吧？二狗是真想赢啊！哎呀，不知道他操作的是哪个号啊？来，小李，再把方寸控一下，看一下方寸指人了。对，那可以考虑是自己宝宝解一下自己了，因为自己被封印的话选用特技其实是比较冒险的，因为他自己没有移速。是的，放下。其实刚才我也想说啊，这场比赛双方又没有带地府，那点杀的这个节奏就不太好走了，点杀的这种打法可能就不太好走。对，好在是有一把这个大克在，所以其实还行。你看到被大克的时候，虽然说麦兜的这个还是连掉了，灵视以及装备都很顶尖，但是连蛇的数据其实是稍许少了一些的。你看反过去直接多了出来了1000多的伤害。哎，而且我不知道有没有细心的小伙伴有没有发现啊，现在这些蛇都是会打高级招架了，就是第一下的伤害都是会比第二下的伤害低一些，低一些，就是高级招架的效果在保蛇的时候都是效果是很明显的。上一连的时候，二狗放出信号弹说我要把宝宝全改成没有高强力的这个力劈啊，结果很多人改了，包括钓鱼岛改的差不多，后来偷偷看着电脑，哦，二狗的这些力劈一个也没改啊。障眼法是吧？对，就是你们先去试一试，我于某人等一等。主要是有一个问题，就主要是因为我有观察蛇的抗性嘛，以前面的这个各界武神好几届武神坛里面，蛇的抗性虽然高，但是都没有高级招架的效果，就是连环技打上去都是一下，第一下肯定是最疼的。是的，没错。会逐渐的降低，而现这一尤其是这一连武神坛，我有留意每一条蛇好像都有高级招架了，感觉第一下都没有说打出特别高的数据，就给人一种错觉，就像是以前的蛇好像大家都忘了给他配一个高级招架这本辅书了，而现在蛇好像都有这个技能了。对啊，他为了保证自己的生存率嘛，而且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他对战方的这个方寸也是在我们刚才聊的时候成功分身躲了进去，这样的话呢可以终于分身进来，好好的利用一下自己这个全场二速的这样的一个优势来反封观战方了，对吧？但是说你存在大克的这样一个输出差的话，看一下二狗这边能怎样找到一个突破点，因为毕竟双方都没有这个地府，单凭博大死亡的话其实这个概率太低了，双方的狮驼岭输出差距挺大的。三分中了一个。对，那么也是有小伙伴问这个红毒会不会把宝宝毒死，在这儿给大家科普一下，红毒的话基本上你剩一个丝血它是按百分比扣的，是不会毒死，但是还是被蛇咬掉了嘛。是的，可能他就是瞄了个准星。红毒想要毒死的话好像是需要有那个女儿村的
法宝，叫好像叫曼陀罗吧，对的，但是没错，但是现在的女儿村又绝对不可能去带那样的一个二级法宝的，对，很少有走这个独女儿独女儿的这套经脉，没有位置。那么刚才的话呢，这样清掉自己宝宝，可能这只宝宝在打自己的催眠，来延缓了一下观众方进攻的节奏，但是感觉宝蛇不止可呀，还是能，还是在宝蛇方面这个催眠是有不错的效果的，真的是有一种发现这种不止可的感觉。观战方施罗岭飞出去的话，五千四千可能四刀就结束了，但是对战方的这个施罗岭要去清观战方的蛇的话，可能至少需要五刀或者六刀，如果神了的话，反正最就很伤，反正一个连环击就看他神不神，对，就很伤。不点杀人，其实两个狮驼岭的伤害，差距虽然大，但是，作用差距不大。对，那么其实二狗子打 PK 的话，它有一个比较致命性的缺点，它不太喜欢接罗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你看吧，这还是一把精青，我就不接罗，你咬我就咬我就是，你秒一秒就是了。看来他其实按理来说，现在状态这么健康，宝宝这么齐全，我接一个罗汉，收益是最大的，对吧？那看来他是比较喜欢攒愤怒啊，因为其实不起罗汉的话，哦，这蛇咬的也非常的疼，想要接把漫天，漫天，漫天出来了，接出来。不起罗汉从某个程度上来讲是希望自己长愤怒可以长快一点，跟上一个群秒，再配一个宝群秒。虽然对面的女拔木秒人好像不是很痛，秒观战方人物的话平均1500到2000+，但是他的蛇咬人是真疼啊。4000、3000的数据，其实观众朋友有点吃不消的。好在这一把罗汉接出来，能稍许稳健一下。其实二狗方顿的愤怒下把的话，应该也差不多够。他还是不会去接这个罗，应该不会打脸啊，毕竟是我组长嘛，应该不会打脸，对吧？他就是保证我自己出手就行了，就感觉在打这个七伤拳。哎，被动凝神。哎，这个是手动凝神啊。手动的凝神。光辉补给自己的师徒，手动的凝神，效力。这就足以证明二狗现在的打法跟以前是有变化的。以前信念很足，你就给我封，你就给我进。现在稳一稳，稳一稳，稳一稳。再秒，双法爆。那么观众方的话，这个时候再次叫出来一只蛇皮，来保证下一把自己的召唤物能够成功出场。来，我们看一下这把力劈打的数据，2000多，那也是没，还是有高强力的，对吧？这障眼法打的自己的力劈，其实还是有高强力的。还是从这个打的数据，如果说你能波动到一个3000、4000，可能就是说自己没有这个高强存在了。一般没有高强劈，至少是3000起。对，因为高强对于招架来说的话，其实还是比较头疼的。那么这一把的话，可以把蛇叫出来，不知道观战方的这个狮驼岭会不会选择去连一只蛇？对战方两只蛇的话，其实伤害是很高的。我们来看一下，所以现在的蛇啊，不论是高防还是高级招架，这些辅助的效果也是越来越好了，真的是逼着很多的辅战队现在很头疼。你说我这个有高强的。有高强力加伤害的童子，这个力劈我到底是要不要把这个高强给打掉？对啊，大家都说二狗是梦幻爱迪生，他可能对蛇的这些技能的考究也会比其他的指挥更加深刻一些。哎，这边是画地为牢，画地为牢给到观战方来降低一下他的这个风命中率，同时也降低一下他的抗风能力。哦，9000，直接咬了9000，直接咬了9000+，险些怀孕。那么对战方的话，选择连蛇，观众方说你不能出手，直接被避中了。之前起刀2900，第二刀3400，对吧？你看，就怕出现这种局面，就是我连到一半，你神了，我剩下的几刀是不足以对你的蛇造成威胁的。群秒伤害偏低啊，又让观众方这边顶上一个大金，给到4号位的童子，然后对战方的这个刚才被打了9000+的车子。也是一个风系天宫，那么愤怒的话是愤怒肯定够了，比较足的。就算他之前接了一把精出来的话，他的愤怒还是足，因为有塔。看一下这个力劈，这个时候也是2000多。这个时候的话，对于观战方来说，
还是优先选择去清你的召唤物。他去清人的话不是特别赚，很多游客都觉得那你这样的话双方都比较这种互拔刺刀的感觉，你去对飞就好了呀。其实对飞的效果对于对战方来说的话是收益非常低的，有可能直接飞着飞着就会意外倒地，所以说还是选择优先去清一些召唤物来稳一稳。那么你把你玩物宝宝清掉以后，再去选择清另外一个物理的这个宠。岁月不想让你分身进去，看一下中了一把罗接出来，很稳。人姐，是普陀的愤怒够吗？果然啊，是普陀的愤怒够。罗一下，那么他的天宫的话，可能刚才罗了以后，不是惊了以后，愤怒还是不够，应该下把差不多。其实也不一定敢放，他这个有愤怒太明显。对，没错。他有愤怒也不一定敢，不一定敢用。那么这样的话呢，对战方的法系已经是连续三把没有灵动了。刚才秒的数据没有灵动，顶着观战方的罗汉的话，其实是秒不太动。秒不动。这个时候的话，观战方也是成功把蛇叫出来了。秒宝宝都秒不动，就不用说秒人了。对吧，这打的就比较激进了。你如果说遇到那种比较难磨的对手，可能我叫个牛，或者是像之前我们看到的他叫点小圆灵出来叫一个鸟。现在的话我是不愁你就来清我的蛇的，巴不得你清我的蛇呢，观众方可能就能找中这个时机去反点你了。哎，对面的力劈和避雷宝宝不打蛇了，来打配速。对，选择放一下蛇。有罗汉确实可以放一下，因为有罗汉的时候蛇也抽不出来什么高额奖。对，毕竟一般就感觉1200、1300、2000极限了感觉。有罗汉可以暂时性的不管蛇，这边直接武装套对面石陀。没中，还是套中石陀不让你变身出来。那么对战方的话也是选择控一下观战方的这个输出的节奏。波兰宝这只配速。对吧，你看打到法王宝宝身上就是一个1000多的数据，所以说观战方对战方有罗汉的时候呢其实还是比较舒服的。这把就不太赚了，打到小圆灵身上没有说能触发一个漫天的效果。可能就是想随机平砍，哪怕打在人身上都没关系。是平 A 的蛇，应该是他当场中风了嘛，提前补了一把波兰。那么这一把的话是能够把自己的这只配速保住。哦，配速还防御了。我记得对面是有一个壁垒的，下回合可能就要用壁垒来打了。是，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大克打到这个情况，其实观战方宝宝被清的不是特别多，二狗也是说想通过这个清宝宝来打开一些局面。其实要我说，虽然是大克肯定会带来优势，但是你双峰阵容打双峰阵容，大克作用就会稍微小一点。你如果是那种地府国标之间的这种点杀流的对决，点杀打法的对决的话，那大克影响会非常大。对，毕竟不断在点人嘛。对啊，而这种双峰打双峰，其实大家更多的时间都是在你来我往的风来风去的，或者说是输出系，由于没有地府也不会杀人，都是清宝宝。那在这种时候这个大克其实作用反而就没那么大了。好在观战方还是拿到了这个一速啊，对战方虽然说有一个二速优势，但是方寸高速风的话感觉他的命中率还是稍许低了一些。现在就不断的被控，他方寸但凡你没有分身进去可能就不太能让你的方寸出手，而且肯定不会轻易让他分身的。而且有发现观战方的这两个风呢是特别喜欢控对战方的普陀，对吧，并没有说我控你的输出。蛇你叫好了，我就断你的回复，断你的状态。对面二号位的童子一直在防御。阵法大克在这样的阵容之间发挥的作用就偏小一点。对，中后期可能就显现出来了，只要我断了你的回复，我就面伤去压你就好了，你宝宝没有多少了，有药顶不出来这种感觉。哎，还是控狮驼，不想让对面连环机来青蛇。再接一把罗。哎，再中无魂。两把无魂了，上一把的话无魂没有解开，哎，反风中过去，这把的话又舔了过去。普陀一把双灯很赚，
来看一下对面狮驼岭连环击打的是哪条蛇了。这个选择平 A， 这个脸打得有点疼。平 A， 先清童子。对，因为毕竟他是盖了罗汉，盖了罗汉，然后这一把的话没有这个输出的优势，然后他的武器其实不是神器，他的那个神器是一把扇子，他没有办法说凭借自己硬件优势去碾压，只能说我叠一叠漫天来保证自己的输出能有个最大化。还是由于对战方有罗汉吧，没有特别着急的先青蛇。他已经很久不青蛇了。对啊，就是要清你的宝宝。如果是不青蛇的战术，真的是要保证罗汉不断才可以，否则这个像刚之前抽奖一抽抽9000+，谁受得了啊？对，那这样的话呢，这一把配合买一送一的话，如果运气好可以清掉观众方两只宠，就比较赚。一把单峰还是不让方寸分身，这把方寸就不让你方寸出手，方寸非常难受这场比赛。那么对战方这个天宫的风云命中率也是可圈可点啊，基本没有失误。套观战方套得很难受。哎，其实我觉得观战方这么喜欢封对面的方寸的话，不如让对面的普陀可以尝试水清，或者是他的天宫直接给出一把凝心。对啊，直接可以预判性的去防一手。一把买一送一神，看一下对战方石多岭。因为观战方女儿村太喜欢封对面方寸了，这么明显。这个时候，一把凝滞丢给了女娲木。但是你这样的话，抢不到速度。他之后还会抢回来的呀。延缓了一回合，而且这一把还被封，作用不大。这个凝滞就勉强来说的话，这把不是特别亏嘛。你要是说我这把要是说叫小燕玲，其实就比较亏了。没有想到一把凝滞出来，对吧？勉勉强强不算亏。比赛的话16回合，那么还是在清宝宝，没有一方去选择试探性的，我去点一点你的单位。至少到目前为止，对战方的方寸啊非常难发挥。是啊，而对面其实是有办法破解这个问题的。武装套，哎，把你天宫封起来。对，不要想进去解。可能知道你现在没有什么事干了，知道我一直在套你了。有罗汉咬了2800，真的很难受。哦，刚说难受，结果这个失落两倍，他一点反正被咬了8000。有没有反震？没有。这有反震的话，就直接带走了。是的，没错。那么现在的话，对战方就是一个宝蛇战术。现场的观众也很激动啊，在讨论。现在有观众说没有小燕玲。小燕玲万一拍一下，可能这个石火岭就要死了。那我们看这把一个虚血的石火岭，变身回合数的话，哦，还有个5-6回合的样子呢。如果变身少的话，可能要选择连蛇或者是连一个单位了。这时候应该不太敢连，因为会被反震反死，血量太少了。赌贝玉嘛，现在就是普陀挂个灯，然后赌一把贝玉，其他单位把宝出齐，因为毕竟对战方被封住3个，笑一把女娲木其实就 OK 了。对战方现在要想办法破解女儿村的这个一速封啊，给自己带来的压力。对，你看就很难，自己的方寸丢这一把操作什么丢魂笑里七只人，特别难受，他出不了手。十五龙丹逆境了，要出逆境了吗？对，看一下观战方会不会有蛇把这个催眠单位打醒，再次咬掉观战方的宝宝，破血清。女娲木出了一个，应该是女娲木出个蛇胚，对吧？再连蛇了，烦死了，烦死了。倒地，倒地。逆境叫出来，自己蛇被清了，下一把的话还是能再补一只蛇出来。哦，这伤害太高了，差距很大。云头位的这样的一个输出真的已经是非常非常高了。哎，力劈再跟上，又被清掉。那一回合被清掉了2条蛇，非常亏啊。对，很难受，但是没有办法。这样的话呢，也是补出来了一只逆境的蛇劈，
想要这一把的话来保证自己还是能有召唤物，但是观众方这一把可能还是要去控你的方寸以及女麻木了，我就对吧，就很简单道理，这回合的话对面要不就普陀水清一下，要么呢就是天宫直接意识的去技能解封一下会比较好。这把碎玉没有封中对战方的方寸，方寸反手一个催眠给了观众方女麻木，还是控你女麻木不让你去叫蛇，他都没有优先去分身，有一把小小的操作失误，普陀直接自动过去，但是这一把的话没有太大的影响，连环击也是青蛇起到四千七啊，你看这个蛇胚可能就是没有高级招架的，对，好的，也是成功清掉了观众方一只蛇，那么下一把的话他能保证自己的蛇能叫出来就行，有感知的力皮、哎、硬件很到位啊，有感知，那看一下能不能保得住，哎，再神保过神，哦，这一把的话是指挥的让普陀去拉失落岭，但是普陀出现了一些小小的失误自动了，失落岭这一把是没有起来，而且女麻木被封了是没有办法去操作的，这一把看一下观众方这一次怎么去应对啊，好在是套中了对战方的这个女麻木，他必须得腾出手来去解封，然后保证蛇叫出来，不然的话对战方如果这一把输出出来他会很难受，套天宫还是比较抗风的天宫、哎、但是他还是没有用技能去解封一下，你看到没，方寸还是被女儿村压得非常惨，先叫牛不选择叫蛇，那这一把的话失落岭还是没拉起来吗，拉了、哦、宝宝拉的还可以，一拉一打这样还行，如果这一把的话头铁再去用那个技能拉，或者是像我们俗称的卡回合，可能上一把操作出现在这一把的话那就比较伤了，还是没办法解决女儿村所带来的问题，方寸被压得太惨了，对面方寸他不敢去解你知道吗，其实真的你有个免疫状态的话他其实就是个一速了呀，他当场中那个封印的话他当场没有解，他之后的话他是不敢了，因为观众方两个风系去控制你这个天宫，如果不解出来的话就赌天宫，其实跟没出手是一样的，就赌天宫被封不上吧，就是他没有解，他也没有用宝宝开自己对吧，普陀他上一把就被封了就没开，普陀应该有水清的，其实还是想接一把罗，想还是想攒愤怒，刚才我们说接一把罗稳一稳了，要不然的话他两回合不解的话不断的再起被动的法宝很难有突破点、很被动了，很被动，对，很难有突破点，在笑还是丢法宝，继续丢法宝，武装选择套一下没有套中，有把金青，对，有天宫的话愤怒涨得非常快，摇个铃铛，一把水晶保石陀变身，变身出来，那应该连环击再青蛇，哎，直接被咬跑，看一下师伯、哦、那我们的这个右神导播老师也是给出了数据，四强的第一个晋级名单是国子监，那么国子监也是先发投中拿到了第一张四强的入场券，我们看一下继续选择叫了一只牛，哇、哦、伤害太高了，因为牛的话它不会神不会反震、主要也是高幸运，主要也是观战方的运气比较好吧，好几只童子神佑的都挺关键的，对，关键性的宝宝神佑其实是会对这个比赛有影响，你看那只宝宝去打的话就能打力劈一个四千五，要不然的话就是观众方没有这个高招架，要不然的话就是他这只力劈是没有强力的，青童子呢童子神佑，青蛇吧又没有非常好的力劈宝宝，现在对面青宝宝青召唤物的效率会低于观战方，是的，那么这样的话呢观战方的话力劈也是不成型，只能靠两只宝宝去选择清对战方的牛了，但对战方的话他可以配合失落岭这个连环击清出来，因为观战方宝宝并不是特别多，他配合连环击清蛇也好，或者说配合女麻木的秒买一送一也好，
对观战方是有小压制的，一把三飘中三个。哎，反错了观战方了，反封，对吧？他的天宫操作就很简单，我就去封你的女麻木。这个时候想还是想要把自己的这个速度拿回来。刚才的话是观战方有凝滞对战方的这个女麻木，果然连环击青蛇嘛，对吧？哎，第一下2500，第二下2900。哦，这运气真的，运气真的好，童子也能神，蛇也能神。哎，可能这次从广州回去的话，回去看见二狗，应该还是在办公室啃着馒头直播的。5600，很难。哇，这伤害，哦，这运气差距。老扁是太难了。哇，这运气差距。这只蛇，哇，狂神，牛还帮忙。牛帮忙。又是一把大金给上，太难受了。如果这把蛇不神的话，其实还好。心情很复杂，心疼对战方，零隐四一波了，运气没有照顾到对战方，没有照顾到啊。观战方的这个神率的确是稍许高一些，一把铃铛给到了，没有什么事情做。小雪灯回复一下，是吧？把血量回的超满。蛇咬的伤害，给自己立皮顶了个蓝吗？还是不着急啊，还是优先把自己的这个蛇出出来。其实刚才的话叫到小圆灵保证自己取秒的话会好一些，因为自己宝贝清太多了，咬走一只、哎、还可以。杀是杀不死的，对，你神认你神好喽，我还有铃铛。杀是杀不死的，可以咬，但是你咬不好这条蛇，咬宝宝一样嘛，对吧？强行不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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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亏。看一下对面要赶紧先变身。对，那上一把的话也是天宫错乱封中了观战方普陀，没有让普陀把石头岭拉起来。那么这一把的话，应该会选择控一下对战方的石头岭了，不让你变身。方寸应该还是逃不脱被控的命运，就看这把准不准了。预判操作就是女儿村去封他的方寸嘛，武装去套他的石多两。对面天宫可以考虑用一下凝心了。是的，预判性的去保一下方寸，这样的话对于自己方寸之后的出手就比较便利了，因为毕竟他有一个二速。你看又来了，又中了，又中了。哦，没有管石多两就让你变了。这样的话，哎，一把罗汉没有放金青，这把如果是放金青可能会更赚一点。他不放金星就这么自信自己能出手变身出来吗？如果说这一把他封了他的石陀的话变不出来了。那其实金星是最好的。对的，没错。罗汉有点求稳，但是又要吃几个五龙丹了。对面能够回伤，看有没有宝宝再跟顶个大金。这一条蛇不一定扛得住这波伤害。观众应该还有一只速度比较慢的力劈。哎，贝玉小四海来了，梁万金直接清。哎，对，神了一下，也神又，还是被再反，石头岭再次被反死，对吧？你这个就像我说的那样，看观众方刚才蛇神的时候，第二把血量就会剩的比较多了。现在的话，这个蛇还是剩一个蓄血，一批下一把跟下他还是要死了，如果不顶大金，这就是说。我们刚才说的对面现在需要一把金青，是没错。那么上一把的话两个封印单位被控，金青来解封回血，不过上一把的话没有配合好，石头岭拉起来以后顶了个回伤，没有跟上个大金。哎，是这样的，又一把套中，被封的这么惨吗？很难受，场上就一直配速，对吧？你看那个蛇的血量并不是特别多了，分钟拿来用破血了，触发了藤萝剑，运气差了一丝丝，这个运气真的是好。哎，鸟叫出来了一只和平鸽，对吧？它被蛇被清掉的比较多了，然后它再叫的话可能就不太赚了。它如果说这只蛇被清掉然后再去叫一只蛇的话，可能就剩下一只蛇胚了，还差一下解开天宫，两个五龙丹，
这五龙吃的实在是心疼啊，可能打到后期了面临的这个困难就是没有五龙了，没有五龙了怎么解开啊？选择叫这种仙人指路的宝宝，或者说单纯能靠水晶晶晶，这样的话节奏全在观战方这边了。我们看一下，这个时候的话也能听到现场的选手他们在讨论这一把到底需要怎么操作。其实我觉得方寸还是要分身，有一定的这个压力啊。方寸还是要分身才行，主动权还是在观战方这边的，狮驼岭倒地无所谓的。对的，那么哎，一把晶晶接出来很舒服，观众方也是中了个无魂。那这一回合很赚啊。对，也是反套中了观众方普多，不让你拉，在观众方还是选择用这个宝宝拉九转多，师伯买一送一，可以，这是一把顺风，这一把又是腾挪进，对吧？保证自己的这个小圆灵叫出来，虽然说鸟的伤害不是特别高，但是你看也能咬一些嘛，对吧？聊胜于无嘛。而且观众方这个时候没有罗，有没有保护？还是有的。下把就能配合面伤去出手了。这个牛看一下扛不扛得住，四千，还可以。对吧？二狗现在对于宝蛇来说的话，是集中把精力保到他了。我一个宝宝贴不够，加上波兰再加个大金，鸟又无所谓的，鸟可以随便送，就想办法保住这条蛇就可以了。其实对战方还有一手象形，看一下什么时候用吧。因为观战方两个风系控对面两个风系嘛。然后对面的狮驼岭其实是相对在这场比赛比较自由，他象形的话如果没有点狂象，不还是怒象，就是那个经脉的话变身没有了是很亏的。如果说就最后几回合一两回合变身的时候可以考虑用。对，如果说他是有这个观战方有选择上国标，他有速度优势去象形你，没有问题。你这样的话不太赚，我象形你了，其实你也倒不了地，也不能说当场大死亡了，我靠象形点杀不太现实。再雨晴宝宝差一点点就不管你的蛇了，黄青，但不管蛇还是非常冒险的一件事情。对啊，现在没有罗汉，看到这一波秒出数据平秒3600，宝宝死血还是要去接出来这把非常关键的罗。哎，壁垒包庇，终于清掉了这只牛。那观众方的话还是有蛇配在，下把的话又是双蛇成型的一个局面了。哎，给狮驼岭吃了个大伤药，小圆灵没有帮观战方打醒狮驼岭。啊，观战方这回合狮驼岭是被控的，普陀也被控。双方能出手，脑上有花，对战方方寸聪明的话就起一个法宝。哎，金青。对吧？起了一把塔，起了吧。他可能觉得你脑袋上有花会封我，那观众方的话也是直接一把晶给出。预判错误了，以为普陀这边会进清。咬了5000，不行蛇很难受，真的很容易很冒险意外发生。这样打很冒险，人保护。看一下这一波，选择叫出来的蛇，双蛇在手。一批去行蛇了，这就没办法了。这只二号位应该也是一只 DP， 对吧？他就不断的去压制你青蛇的能力嘛。这样的话呢，你像你来我往的比赛去，感觉时间过得很快，也是有一个28回合的这样的一个战斗回合数过去了。时间进行倒是不多，但是现在对于对战方来说的话，这种强力的力劈可能被清掉的比较快了，就是打消耗了。对，你之后再去清蛇的话不太好清了，只能靠那些壁垒的话很难，而且没记错的话可能只清掉了观战方2条蛇。这样的一场消耗战，首先我想到的就是非常考验对战方的五龙丹数量，因为对战方没有一速，五龙丹消耗
是个大问题。两把水风，看一下这把有没有打税，应该没有。场上的是力劈，千足刚才顶了个大金，没有打税。这一把的话，十字顶还是要立正了。蛇不打醒就没脾气了，破了一把保护，但是官方并没有保护，直接一把买一送一。去秒，有一射，哎，有护盾，没有打醒。这一把的话，观众方很难受。咬过来的话，这把没有咬醒，太晕了。力劈还是青蛇，只剩这一只力劈的话，有点乏力，对吧？上了一丝丝血，哦不，血量应该还有，而且它有双灯，三千多，而且它有双灯，然后一把又能恢复一千多，可能一只力劈的话跟不死，将近两千呢。普陀灯加上武装灯，将近两千了。这把的话可能还要继续买一送一了，观众方两只宝宝还是扛不住。观众方这只一号位和三号位，可能他买一送一的话，这两只宝不神还是要废掉，要被剃个光头了。所以得控，但是不中，又是一把水。这两把的话，观众方风云命中率是稍许欠缺一些。反打，对战方的话也是成功把罗汉接了出来。双灯，对战方一把双灯。是的，那这样的话呢，延缓延缓压力吧，因为他也不会去点杀你。李平没蓝了，青蛇了。哎，你说这个失搏了几回合，然后又去连环击青蛇去了，而且是在自己有当场罗汉的这个回合去清。哦，这一把木伤害太高了。哎，跟上一把金青，把残血单位都提一下。那么他的力劈没有什么花招去跟上面的蛇，很贪，一把想要清掉两只蛇，两千七。对吧，还是没有清掉。那 CD GO 的话，观战方可能会选择叫一只牛出来了。那这时候观战方施特里没变身了，普陀愤怒 GO 的话可以选择水一把。是脚底的踩了得两回合了。你说观战方这边的普陀可以水清是吧？我觉得对战方普陀都可以水清，他可以去水方寸，就是明知道你女儿村会封我的方寸，我方寸可以当前回合直接水清一下。他头上一直顶着这个花。对啊，如果说是封对面方寸的话，命中率还很高。如果你看套中，就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对战方普陀能意识流的去水清他一下的话，还是挺不错的。 OK， 那这把的话石头顶能成功变身出来没有？还是波兰宝蛇。哎，效力一下女拔木，看一下对战方女拔木是否罚站。大锁王给到，哎，中了，看一下蛇帮忙，7300，直接世界点杀，世界世界，大锁王当场点这个点杀，太意外了。在石头顶不能去活动的情况下，单靠一把赤血追击点杀，这把是狮驼岭踩轮子的，而且蛇帮忙了，这个太意外了。真的，他这一把赌得很大，如果这把大死亡没有中的话，观战方倒地其实没有什么压力。这个时候的话，只能想要等到女娲木叫一只羊物出来。我看现场都有小伙伴说，而且狮驼岭没变身。对的，很赚很赚。这下放倒是确实非常赚，而且是没有变身的。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对于观众朋友来说的话，是有一个小节奏出现了。对，这个节奏这一把的话，狮驼岭是可以去选择去连到这只蛇了，下一把的话能配合女娲木的出手，而且解开自己两个封。效力方寸，对面方寸罚站，不让你的狮驼岭去水清。行，还是要给到吗？你不会又大死亡派人点杀吧？应该不会了。师伯，去选择师伯。刚才那一把点杀真的很亮丽，在不断的找这个突破口三十回合的时候，直接一把当场的大死亡去选择点，赌得很大。谁知道这个大死亡还是嗜血点的？谁知道大死亡中了？其实谁知道这个大死亡打一下就能中啊？对的，没错。而且说他可能就奔着你要中就中了，不中的话反正你没有变身，对吧？我有这个速度优势，我压你一把变身嘛。也是成功清掉了一只蛇。于香槟太想赢了，
这一把的话没有变身，那么自己女娲墓也是可以叫宝宝出个怨灵。两个风系上一把的话是没有解开，对战方五龙应该不太多了。对，一是五龙的问题，二的话还是说在等经，都有可能。斯特林也没变身了，节奏又稍微放缓一点，然后观战方这边阳护一出，再过两回合就可以拉狮驼了。就这个优势，局面持续瞬间就被拉回来了，对，持续时间非常短。幸福来得快，走得也很快啊！这一把的话，对战方没有办法，我只能去变身了。对吧，你再拖到下回合，可能再剩下一回合又能拉起来石桌岭了。哎，不让你变身。哎，但是这样没有中人解，有精了。要不金青，要不宁心啊，宁心给，哎，打了32回合，终于是给到了耗子期待已久的宁心。是，我真的是觉得有天宫，其实不是因为有天宫，是因为战术太，我说单调应该不过分吧？就是、不过分，他就是我、就是很单调，就是一个女儿村，就是女儿控方寸，我就控你的方寸，我没有什么花招，很直接啊！我觉得这样很单调的一个战术体系，你有早就应该宁心了，你有天宫早该宁心了，只要有宁心的免疫状态，你方寸就是一速啊，没人管得了你啊！对你下一把方寸直接一把分身给出去，你武装想套我都套不着，不用分身了，有宁心不需要分身，没人管得了啊。难道他观战方会拿一个武装去反套吗？这种概率也很低。会的。但这种概率其实还是会低一点。控他的方寸，因为天宫控的话，其实对于观战方来说不是特别难受。方寸如果催眠的话，观战方想要去有一些进攻性的操作就会被打断。我们来看一下这回合啊，反正方寸有免疫状态，看一下会不会强封一下观战方，对吧？其实他方寸只要封你武装就好了嘛。是的，没错，就不需要分身了呀。封一下天宫没有封中，先封普陀，催眠给普陀。看一下观战方武装，你看没有反套，控对面的，哎，又是一把宁心，这个是有点秀了啊、哎！意识到了，意识到位，知道要解封，但是这把的话有点迷，秀了一把，哎，群秒太舒服了。没记错的话应该是297的那个链子。这回合催眠中普陀，意味下把的话是不让你拉的，意味深长，对，意味深长的一把催眠。对，观战方没有宝宝去撞自己的普陀，下把是不让你拉的。没人撞吗？哦，有撞，有撞，可以，预判也相当到位。你知道你下把肯定要控我，这把的话提前撞给自己。但是这把对面方寸还是可能会再控一手普陀，就是不知道观战方的武装或者女儿村的这个分度够不够了，或者女儿村直接一把水清给到普陀，来保证自己石头顶站起来一个变身出来，有顺势而为，看他用不用了。失心给，哎，你看这样来控的话，对面两个风系就挺再一只阳护，我不用普陀去叫了，直接宝宝拉。那么对战方的话也是保证自己石头能变身出来。哦，配速，直接当前回合变身，群秒，哎呦，哦，这什么情况？直接是把女儿村秒倒，这个爆了4200，直接带走了。这个时候的话，对于紫禁城来说的话，是有个小小劣势，场上尸体是单位是比较多的，而且剩下两个单位被控。好消息是对面的小怨灵不算多。是啊，那么如果说比较多的话，连续性的三把群秒可能观战方就有点吃不消了，而且是中的这个失心的风，刚才如果没有触发方寸的神器，可能方寸也会难受一些，可能有可能会应激，因为你尸体比较多了，对，两个尸体这个是必然的，通过一个鹰击再加上女拔木一波群秒，这一回合的爆炸输出先看你观战方能不能扛住。是的，没错，如果说自己踩到这个点以后，可能两回合一把群，两回合一把群了，就不太再去管你的蛇以及其他的宝宝了。看一下对面要不要打这么奔放吧，可能会由于观战方宝宝太多会影响到对面不敢打面伤。是的，看一下这一把的话很关键，如果说他配合鹰击在一把取秒的话，女儿村不太能站起来。失心给到，哎，没中，有机会，
也没中。两把水风，舞龙姐该自己选择先叫一只蛇出来吗？这两把封印没中还是影响蛮大的。双灯，看一下怎么操作。大死亡打一下虚血8600，但是疯狂应激了，哇，疯狂应激了。然后女麻木的操作是点着你的狮驼领去群的，不让你变身。刚才给了一把狮心，对吧？伤害很足，但是运气欠佳啊。嗯，果然点着狮驼领，不让你变身，不让你变身，没办法，速度问题。观战方狮驼领被鸟阵的女麻木给压了，是的，没错。哎，好在是蛇神了一把，看一下拉起来自己女儿村会不会直接一把喝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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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酒给到一素，一素，他是一素要喝酒了。但这个宝宝速度不够，不够那什么呀，不够龟呀，很容易被守的。哎，可以了，交替泰罗，可以了，可以了，喝起来了。那这样的话，一把金青过后能稳住很多。一把金青普陀补个灯先。对吧，你麻木出个蛇，这场面就又稳住了。那这时候其实方寸的顺势而为就要登场了。哦，他是分身。哦，现场喊的是比较着急啊。现场的选手非常激动，一会儿我们看一下发生了什么，因为我们的画面是延迟两回合的，所以一会儿发生了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啊。还是官方给准备的桌子质量比较好啊，之前银河，哎呦，哦，难道是因为这个吗？应该不会，他们的回合数比咱们的会长一些。又是一把点杀，刚才是一把8000，然后这个4000直接带走。这一把想要再去控他有点想太多，观众方有罗的情况下，那么普陀倒地的话很伤了。戏剧性的一面，可能观战方的这一把操作会跟之前对战方上一把操作大相径庭，一把疯狂鹰击跟过去，一把群秒，看一下敢不敢鹰击。但是对战方的话，方寸是躲进去的，还是有机会。鹰击效果不好，收益不大。是的，没错。至少对于观战方来讲，是随着蛇的神佑啊，这把金青罗汉放出来之后稳住了局面了，最危险的时期已经度过了。对，而且观战方的话没有灵动，对战方有罗汉的话拉起来可能秒一下不太能死，拉起来整个大金的话自己的普陀是可以站住的，然后给自己一把血灯，他能保证自己普陀能站住。直接控，反催，说两催中，哎，这把预判很到位，牛逼！俊杰的鹰击要来了吗？真的是鹰击吗？师伯，连环击青蛇，并没有鹰，一把4500，还是神了，可能也要死。我估计，对吧？我估计那个 nice 可能就是喊着这条蛇吧。这是我们刚才说的，有大克，有神器的狮驼，去清你，你神了，我第二把再去清。太恐怖了，神意思不够啊，很难受。看一下这个，就没有看到过对战方的这个哦，鸟也被清掉了，力劈成型，想要去清观战方的蛇的话太乏力了。局势瞬息万变。是吧，一场被清掉了三个单位。看一下是哪只宝宝拉的普陀，拉起来自己普陀点灯，看普陀给灯，双灯还可以，又是一把水风没中，反套武装没，也没中，也没中，摇了个铃铛没有摇跑，疯狂的摇铃铛，双铃铛。这把金青就是单纯为了回了一下血线吧。
单纯精庆为了群秒的话实在是有点亏的，单纯的回一下血线。下一把的话看一下没有仪式，可能要选择叫宝宝或者叫小圆铃了。那么现在的话对战方的罗汉也没有了，观战方两只蛇双蛇成型。对，观战方这两条蛇是让人看着有点恐怖啊，而且对战方刚才那只蛇的血量少了点，好像只有一个8000多，就神了个六千多，第二把直接被连了3刀给飞了。单峰没中，要催你普陀还是没中。其实观战方一直在反打普陀，催眠就算中了也收益不太大。天宫封中狮驼岭，有一把装饰给到自己武装，也撞女拔木了。哎，咬了一口4700，应该是一只蛇破了分身，另外一只蛇咬了，他没有其他单位破分身了对吧，只看见这一只蛇在动。如果说这一把的话对面方寸没有分身可能要倒了。OK， 还是选择去清你的宝宝，这打的就比较分散了。上一把刚劈了上边的，这一把就劈下边的。我好像没有高招架，一把劈了4000，还可以。一波激烈的进攻之后，又回归到平稳了。是的，那他们的话，又回到了原点一般，仿佛。但是这个原点呢？也是经过了大量的药品消耗和召唤兽的消耗了。相对消耗来说的话，可能对战方的消耗会比观战方多很多，尤其是五龙丹的这个消耗，观战方稍微准一点的话，哇，这个三飘中俩，哦，太难受了。他稍微准一点的话，一把就要水清吃两个五龙。哎，你看升五龙丹了，要通过水清来解封。观战方直接五龙，解开自己。那对面狮驼岭应该也是连环击青蛇了，看一下，青上面的蛇，2000有招架，有招架。这只蛇怎么说？这蛇应该没神。好的，清掉这只蛇。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刚才有喊神，然后就没有下文了，就证明没神嘛。如果神了，应该会加个可以或者 nice。对，没有下篇，那证明应该是没有神的。这就是线下打比赛我们所能预知的东西。对，我们这种神预判对吧，这个就是可以预知啊。这一把的话方顿的分身出来了，观战方女儿孙可能还是要摁着方顿去封了，而且他的天宫被封，分都不知道够不够啊。那观战方的话这把蛇是没有招架的，剩下一只力劈去清，你可能还是能像刚才一样打一个4000多的数据。那这场比赛的用时已经到了整整的一个小时了，打了41回合，用时1小时，剩下的比赛时间还有一个小时。对，时间还是够充足 的，而且我觉得这场比赛应该不会脱平，应该是不会的。而且现在的话只结束了一场比赛，剩下的这三场包括现在我们在打这场还是在紧张的进行当中，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其他的这一些赛况。我觉得这场比赛应该不会把时间用光的，不会打到就是不太会快平局的时候那种绝杀，应该不需要了，应该是在一个小时之内就会出结果了。是的，因为对战方的蛇已经不多了，又一个7500神佑，看一下会不会像刚才一样历史重演，再去把蛇清掉。哎呀，这个伤害是真心高，狮驼岭再死，差一点点，缺一个力劈的伤害，壁垒没有去跟。对方力劈选择清观战方的这只配速了，也差一点点清掉，有跟。那观战方这边还有力劈吗？还差一只力劈的，别反清互清一个，那没有去跟蛇，那这样的话可能会对面顶大金了。小细节啊，二狗怎么能犯这种错误呢？宝宝没有高幸运，这搞什么？这二狗要被人黑死了啊！之前老黑别人没有高幸运，自己宝宝被爆了个币，完了。继续老套路，去封印你的方寸山。哎，金甲3000，否则也有点危险。连环击巨青蛇。这个狮驼岭可能也有点危险啊！这个高反震再反一下，看下这只蛇，
没有神、哦、直接清掉。那么这两把的话对战方运气还可以，自己的蛇神佑状况下勉强是一个双召唤物在手，哎，群秒直接带走了，而且对面前脚刚说完就迫不及待打我的脸，这是。这个群秒确实挺漂亮的，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对战方的封天弓已经残血。是的，没错。不知道大金还够不够啊？三千、哦，这个伤害有点高。双方的石头人都没有变身，观众方的话这一把拉起来自己石头变一把身。都没变身了，对吧？女拔木保证一下自己宝宝，蛇的话她应该还有两只蛇胚可以出。其实看这个样子应该三十分钟左右应该会有结果了、嗯、可能就会结束了，因为双方的这个药品和召唤兽的数量不太多了。对，尤其对面要么对面就赶紧赢能推掉观战方，要么呢对面就会输掉了，因为对面的药品和宝宝会更少一些，他的五龙丹可能已经比较吃紧了，而且女拔木好久没有叫出来过蛇了，不知道还会不会有最后一只蛇。那观战方的话至少应该还有两条，至少对战方的药品问题很大。对的，没错。小月灵，小月灵叫一叫，准备一会儿去叫和平哥了、这个、可能是要幻魔鸟出来了，对，比比鸟要警告一下了，吃小四海了。大金拉起来自己，这不给天宫吃个大金吗？再吃小四海，嘿，大金呢？哦，还有，大金顶上了，还有。石头岭变身，常规操作，下一把和对战方石头岭变，看一下观众方会不会选择控你一手。但是之前看到我就放你变身，就不控你了，我还是就要控你的这个风系。这把的话被封印单位比较多，应该能腾出手来去套一下他的石头岭，不让他变身出来。而观战方这边可能要把蛇再拉一条出来。是的，没错。那么刚才的话被清掉两只蛇是比较伤的。有游客说二狗是时候证明自己了，他是真想赢，我只能说他是真想赢，高级幸运都不打还想赢，真的是高级幸运都不打。一把效力给了观战方，回去先改宝宝啊。哎，这个封印反封观战方不中，哎，中了，观战方狮驼岭被封中了。他女麻木有精吗？没有解开，看一下变身，变身好，也成功变身出来了一拳。女麻木果然是有精、哦、真的有把精，这把精放出来对于观战方来讲有点难受的呀。这把是一把点杀吗？然后狮驼岭被控了，但是力劈没跟啊，力劈还是要清召唤物了。他们现在壁垒呢？壁垒应该也不会跟吧。锦城那波高伤不知道是开场的时候出的还是之后的，因为看场带的力劈高伤还在存着。嗯，这样的话呢，宝宝后续没有去跟，然后狮驼岭又没有操作，这个也不太确定是否有点杀呀。对战方天宫的这一把愤怒也够方寸是不够，方寸刚才效率过，反而这回合是对面的节奏。对，没错，这回合的话对战方有一个好机会。岁月给到一速控二速，三速控四速。这个就是我昨天有跟宫锦讨论到这个封印速度问题，一三速是或者是二四速是最难受的了。哎，果然选择叫一只鸟出来，平砍啊，也是先叫牛，毕竟自己的宝宝是在隐身里头，先顶顶药回复是比较不错的。有没有壁垒？对吧？哎呦，还真有壁垒，直接把这只宝宝清掉了。没清掉的话，他的配速下一把操作就是顶个大金，一块一，然后他把这个蛇叫出来，对吧？那现在的话就没有必要了呀。哎，恶报，可以，这个高连力破，这个高连速度很慢，有点体系宠偷偷悄摸的都给你招出来了。对，龟速高连力破善恶套，体系宠如果拍到方寸身上可能会有意外惊喜了。不过我觉得他刚才这一下恶报如果不出还能再隐藏一下，恶报一出我感觉这个宝宝应该要对这个宝宝应该要被激活了。对，因为这种宝宝的话特点是什么呢？伤害高，
防御可能只有个1200，血量个6000，一把石博过来应该就要飞了，还是要死控你的石驼岭，要控石驼岭了，啊，直接破血，直接破血给你，干脆利落，石博可能还会出现，保护的情况，站住了还可以，再三秒，又一把炽火琉璃，这把又是一把点上，又被对战方的天宫给控住了。没有出去，头痕铁，那宝宝是跟了，这是体系统是铁跟了吧？哎，哦、跟了，有保护。哦，没有出发。第二下还有1000。对，没有触发什么特殊效果。这把是不是出去他死了？他顶大金都没有用，得防一手。看对面怎么选择，在这种时候，对面也。其实不要忘了能有象形这一手操作，他可以起个纸了，时间还比较长，这把的话方寸起个纸再去封就是了，他狠的，他如果狠点心的话，我就点着你石驼岭去卡封，你水清我就继续卡封拼脸，很多只会有这种操作，之前还是单封，没有封中，没中，掷人了，果然掷一把吃不消，哎，没中，没中，反封，中了。银河又一把可以，灵动。五龙，你该自己看一下这把怎么说。师伯，群秒，看一下有没有跟。哎，这是破波兰吧？嗯，起塔了。力劈，这个鸟应该走远了，剩了一丝丝，2600还没死，随时壁垒死掉。那这样的话，他没有召唤物了，他下一把的话，可能又要叫出来一只鸟了。牛的 CD 应该不够，牛的 CD 应该还要差一些时间，可能下一把叫个鸟。风盾起个塔的话，下一把愤怒就够了。风盾这把起个塔，下把愤怒就够了，一把金青或者一把罗汉出来，观众方还是没有这个输出的空间。想象局面稍微有点僵持，节奏稍微放缓一点，但我觉得这也是暴风雨以前的宁静了，因为是的，没错，那这一把的话因为快结束了，我觉得哦，有青青在，所以说他没有选择去管你的这个方寸，而是反手控了一把对战方的石驼岭，一把双灯，还是要保证自己的这个体系宠能够站住，石博清到五号买一送一，伤害真高，这个哎，神佑、哦、直接神佑，再拉一只鸟，再拉一只鸟，没有办法。那这样的话，观战方的体系和阵容哦，这只体系统防御直接被清掉。那目前场上这个搭配来讲，观战方占据很大的优势啊。是的，没错。虽然说刚才的话，这只高连体系统被清了，但是两把试探性的点杀被打断以后。宝宝被清掉其实也就无所谓了，如果说在只差一只宝宝跟点他没有点死的话是比较伤的，你这样的话呢反控住对面了，对吧，这一把的话控控愤怒，保证他这个罗汉接不出来，一波小怨灵出来群秒基本上就能收场了，对战方药量以及宝宝不多了，单封还是控方寸，是的，没错，最简单粗暴的战术，控你普陀，对面天宫再出一只宝宝，破甲给到，要鹰了吗？提前破甲吧，应该不能鹰吧，不到时候呢还。对面狮驼岭也再出一只童子，对面先把宝宝拉出来，连环击，直接起刀2500，要点杀对面的风息天宫，对面风息天宫抗性非常差，防御比较低。当然也可以说是观战方这边爆了一把3900，伤害高，是的，没错，点杀成功，而且观战方宝宝还神佑，反清到对战方三号位的宠物，那么刚才一把的武装套可能是怕对战方愤怒够接这个大特技，但是这把的话没有接出来，还可以，下一把观战方就可以去控制两个单位了，对战方的天宫比想象中的防御会低一些，是的，没错。现在的话两个风系控制两个单位，或者是再给一把效力很难了，
无魂，无魂给到直接中。对面普陀再出宝宝，哦，有把金青，有把金青很舒服。对面金青放的其实还是挺舒服的，对，他罗汉可能接了不超过一只手的手指头吧，可能接了四把，如果没记错的话最多五把，他就不断的在惊龟苏拉起来自己，拉起来自己反套一下吗？还是先起个纸稳一稳？宝宝神了，反套一下比较赚。对，没错，反套观战方的女儿村。那这样的话，对战方是一速，方寸就很舒服了。方寸分一把身，其实就比较稳了。可以分身，也可以先控一下观战方的武装。是的，没错。那么上一把的话，观战方武装直接当场这个被无魂了，没有去封印出手，也是延缓了一下节奏。如果上一把的话，他这个方寸封出来，他这一把普陀就接不出来灯。那这一把的话，对于对战方来说非常的舒服，他反封观战方或者是起一个分身都可以，血灯也是能接出来了。武魂解开，先选择先手效力一把催眠，而且中了。那这样的话不管有没有打醒，至少先强控一回合，普陀跟上一个血灯，这太舒服了。纸人顶上一把血灯，大金位上，观战方这边再给个回春，颠倒五行，结果一把象形，控住你的节奏，对，就是控节奏，一把象形，哎，鸟还跟了，哇，这一口，点着鸟去一把去这。意念的一个操控封杀呀，对吧，这个比连环击杀还恐怖。对，这一把的话很舒服，清掉一只召唤物，鸟帮忙，哎，你看果然有打醒，点掉了这个石罗岭，很像刚才那一把嗜血单杀一样。我对面方寸还是没有分身的话，想要出手比较有难度啊。是的，这一把的话观战方肯定还是会摁着你的方寸去进行一个封印了。那么其他的成绩应该还是没有出来，看到下边依旧只有是显示国子监目前进入了四强。好的，看一下，还是选择去控你的方寸，哎，套中，而且套掉法宝。对，套掉了纸人，刚起了两回合。普陀拉起来，还是要拉，没有带灯，运气稍微差了一点，咬了个四千，这太舒服了。再照小园林，对面两只鸟成型，看一下能不能带来一些收益。两只鸟，伤害还可以。哦、那观战方这个时候也是不甘示弱，叫出来一只鸟。一蛇一鸟的话，其实伤害对比对战方来说的话，还是会高一些的。哎，这个宝宝没有跑掉，还行，运气稍许好一些。哎，七千八鸟，对战方两只立皮，三只，哦，三只立皮成型了，三只立皮就鸟打鸟，不过有点劈不动，下把就够了。他这样的话，可能就是他下把怎么也防不住。三只力劈，波兰加保护贴，再加个大金嘛，那自己的石头领怎么办呀？都没有变身。然后双方石头领都没有变身，节奏没错，节奏要再慢一点，再延缓一会儿了就。对，还是能再延缓一会儿。那我们看一下比赛的话，1小时零15分钟，1小时零15分钟，还有这个45分钟的时间。估计咱们刚才预判的一个半小时估计不太能行啊，差不多吧，我还是觉得应该不会把时间用光。哎，配速自动了，配速自动了一把，水星狮驼岭保变身，观众也是水星解开封印保证一个变身，
剩下三只力劈，这把没有格没有波兰的话，这只蛇飞了。奇妙，差一点点。哎，咬一口2500。啊，这个鸟怎么都喜欢咬，鸟咬这个女拔木呢？它咬的是螺不是蛇就飞了。第一只力劈，看一下第二只，有大金吗？给到吗？有大金给到，还行。哦，对面这个鸟应该飞了。对，上把报了个7000，这把报了6000，吸满了吗？吸了2000，吸回来了很多。这是第二只力劈，还有一个，还有一只。那看一下，一个大金不够，真的不够。看一下这只蛇，飞了。那观众们的话，应该也是没有蛇了，不过有两只，有三个小圆灵，下把的话也可以叫出来一只鸟在。而且石头领的话可以出手了，看一下对战方这把石头领怎么说。双方石头领都能出手。对战方的话是有一个这个输出的速度小优势，可以先手去摁你一下，或者是直接点着你的石头领的宝宝买一送一，在一个群秒运气好的话，一会儿两只宝宝没了，那能拉回一个小小的差距。感觉现在的话差距没有说之前宝宝那个差距那么大了。其实对战方整体这一场比赛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没有一速，这个方寸这个点啊被压得太惨了。是的，没错，如果光方寸极限抢速的话是真的不太好跟观战方经典这个女儿村去抢。看一下，继续一把封印给到石多岭，这只宝宝又再去拍鸟，普陀的宝宝已经连续两回合在拍了，不太懂。鹰击给到了，哎呦，来了，期待已久的俊杰哥的鹰击还是来了，伤害是非常爆炸的，6300，清掉一只，千万不要忘了这场比赛是一把大克，一把大克的 PK， 取秒了。力劈，还剩下两只力劈了。那下面的话就是这种飞秒的局面了。石头领飞，女娲木秒就这样了，没有什么太多余的操作了。再去清你的宝宝没有意义了，因为最后一搏。是的，没错。没神，清掉一只。哦，也神不了。鸟是不会神的。那场上这个局面就接近后期了啊。最后一搏。是的，没错，他已经感觉我把你的药让以及宝宝打得差不多了，我就不断的去压你的这个血线就好了。对面好像没五龙了。没错，已经在出虚弥了。对面没五龙了，要冲了，没办法了。你看很无力，叫了个仙人指路的孩子，应该是这波取秒，还有大金。下一把狮驼岭的这个鹰击就要出来了，而且对战方没有解开自己，已经没有五龙了，应该没有人解，没办法解决这个封印问题。是的，没错，只能天降正义，看一下这两个无魂的这个命中情况了。脑上挂着俩无魂，他又赌你的无魂中就是了。能延缓一回合，自己的天空不死。如果说这一把的话，两个无魂都没中，他对面天空死了。这回合应该继续是鹰击加取秒。是的，然后一拉一解的话，对于对战方来还是比较亏。点死了还是不伤，因为有两只归宿孩子在嘛，还有一只二号位的须弥。这时候大克的效果就体现出来了。是的，没错，须弥的话，可能你平阵的话，他还能顶住你狮驼岭的这个输出。哎。对战方无魂中了，观战方只带了一个七宝，感觉只有狮驼岭带了七宝，应该是双灯，但是这个也还行吧，这个双灯效果观战方也是双灯，在赵小燕林应该还是要继续拉鸟，继续没有点着这个须弥去鹰，选择点了这个解封的孩子，直接带走，直接鹰死，带走大金都没有及时顶上，现在一个小怨灵，哇，意外怀孕，哦，这个无魂是中了。那么我们四强名单的第二个已经产生，钓鱼岛，来自钓鱼岛，
钓鱼岛在近半年以来也是终于挺进了四强，有一把冲击冠军的这个能力了。好，我们看一下仙人指落，果然解开自己的方寸，但是自己的天空倒地，五号位的孩子没有动。那么看一下这一把的话，补两只宝宝还是说选择继续一波群秒出去？对面现在已经倒地两人了，再中，冲中，桌子的质量还是比较好啊。桌子质量好。对，之前有看银河打 P 敲桌子的声音是巨大的，我们现在还带着这个监听耳机的都能听见声音巨大。这时候的话，还是先选择补一波小圆铃。这个定做一些不锈钢的桌子啊，这个我们工作人员记录一下。后面我们要改一些不锈钢的，木质的。宝宝神用了一下，还可以。木质的好像扛不住，不太能扛住。仙人指路继续解，两只仙人解路，仙人指路，也只能用这种方式了。嘴都要飘了，也只能用这种方式了。全部解封，看一下还有没有机会。比赛已经来到了后半程，是的，没错。那么两只解封的孩子预示到对战方的五龙可能只剩下一到两个，或者是真的没有五龙了，应该还有一到两个吧。对于观战方来说的话是一个比较好的消息，就不断的去控你就是了。仙人指路也是有次数限制的，他不能无限仙人指路，所以这时候还是那个问题，天宫要不要考虑宁心？他这个东西宁心能解封啊，他得先保证自己天宫这一回合能出手，而且他血量很残。对面的伊素和普陀这两个点可能会有惊青来了，哥们儿，小李好像笑中了，然后再套中对战方可能有愤怒的普陀。真的来了，观战方一把惊青，都告诉你来了嘛，对吧？这是要疯狂应激吗？然后一把象形，没来。这时候二狗应该回一个没来，一把群秒给扛不住，天宫1900死血站住，没有办法。这个时候对战方已经不太能有进攻的这个节奏了，力劈青鸟鸟还在努力的打输出。哎，高连力破，又是一只体系虫。哎，这个小怨灵倒地来了，还是来了。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时候的话有没有一把愤怒够水清。哦，不过我刚才惊青了，直接人物解吧，还是要来这把失落岭，还是要冲刺啊。这把冲刺的话，刚才女儿孙被这只体系虫打的血量应该不到半血了，一把鹰击再加群秒的话，女儿村可能要倒，直接换虚了，直接一直虚，差不多了。水晶给自己普陀，普陀有大特吗？有把金青应该是。这时候该罗了。哎呦，但是施托林，施托林倒地。哎呦，没有，只是一把给灯，是给自己施托林接的灯。没了，观众们不给机会了，直接一波虚弥冲刺。再拉鸟。没药了，是的，没错，也是没有解开自己的这个。哎，其实我觉得这场比赛如果是没有这把大克，结果可能就不一样。是的，但这把大克还是倒地了。但这把大克影响实在是太大了，大克是太伤了。鸟阵的话，本来不是一个输出型阵法，它没有这个阵法克制的话，你看比赛前期我们有聊过这个话题，对，就是比赛前期这种双峰打双峰，阵法大克体现不出来什么效果，因为大家都是青青宝宝连环击青蛇，其实也不差大颗那点伤害。是的，没错。但是越打后期，这个伤害差距就拉开了。他的方寸毛起了，影响不大的。到了这种后期需要拼输出，或者说是甚至要拼这个鹰击啊，或者是女拔步群秒面伤的时候，那有没有阵法的大颗，差距就拉开了。是的，那这一把的话，哥们儿又来了。怎么办？这一把老扁要怎么应对？很难，失灵倒地，没有这个象形去控节奏了。观战方俊杰哥的这个失灵要表现了，可能要收三个人头了。直接拉起来自己，
天地给到不让封，封了你麻木。那这把鹰击出去平砍，哎呦，哎漫天，这种事都有了吗？哇，还保护，还是没有死，赢了出来。一个人头，没办法，没办法。两个，这把天地同兽触发漫天都没有放倒观战方石头岭。女娃木点着十多零秒的，女娃木没动，女娃木也没动。对，她点着观战方十多零秒的。啊，鸟还 miss。是的，这样的召唤物的攻击的话，它是算作魔法伤害、法术攻击的，所以说对于天地同兽来的或者说的话是没有效果的。但是力劈好像有，啊，力劈有。法术驱动的物理攻击，是的，所以力劈属于物理攻击。那么也是把观众方两只须弥清掉，看一下普陀，普陀站住，差一点普陀也要交掉啊。那这样的话已经是没有脾气了，也没有翻盘的可能性了，因为这是打到弹尽粮绝的情况下的一把非常寂寞的精青，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也没有不具有翻盘能力了。你要说还有宝宝还有药还可以尝试一下，其实现在的话已经没有五龙了，拉起来的话其实这场比赛打到这里，我就觉得还是观战方这个医术发挥了作用吧。 对面这个方寸非常难受，对面方寸出手的机会很少，他出手的话还需要考虑我能不能封中。拉起来自己给到一把封印没有封中，下把他可能要继续换虚了，继续换虚十多领鹰击基本上能收场了，交了，这是基本上没了。有游客说可以好好的看二狗解说，你们不能这样啊，可以打的也比较精彩嘛，对不对？可以让他，大家可以去找他，让他开直播了。对，打的也很精彩嘛，已经很努力了啊！这场比赛主要是贝大克，没错，贝大克的话其实然后又没速度，然后又没速度。对，鸟阵的话，他贝大克了，如果说有速度的话，还好，心理压力还不是那么特别大。一把无魂。啊，牺牲了宝宝，叫出来一波小怨灵，召唤了六个小怨灵，保证自己取秒了，这就要这个开始花里胡哨了啊！哎，组长又要吃馒头了，心疼。OK， 那也是带走了对战方的女麻木，两只须弥继续取秒，已经是准备收场了，还魂继续拉。还能触发漫天吗？在最后没有了。那么这样的话呢，比赛进行到第63回合，时间的话是不是一个半小时？一个半小时，是不是一个半小时？预判的很准嘛，漫天还中，主要是这一把的话五龙带的的确不是无魂七宝，只有一个能解开的他的七宝。这场主要是消耗的还是挺成功的吧，消耗的挺成功的。对，这个就是消耗的这么快，打不满两个小时的，是跟昨天的这个比赛有区别的一点，就是这要是小组赛比较长，小组赛就平了。对，小组赛就肯定平了嘛，但是你到淘汰赛就不一样，他只要剩下一个孩子他就都算他平。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在第二天的比赛很少说你能看到有平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了，须弥继续一波收场。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过淘汰赛还需要系统来随机的，已经很少了。拉起来方寸，方寸直接自动了，苍灵血雨给到。馒头好吃，这个好不好吃得问一问二狗了，这我不知道。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你们可以去采访一下他。一把真的是七宝带的很少，只有十多两个，只有一个，一般就两个，
最少得准备两个。他这个话只有石若琳有，一个就有点过分了，太贪了。馒头下酒，天下我有。OK， 那么也是到这儿已经差不多了，其实已经可以提前恭喜一下紫禁城拿到了第三个入场的名片。恭喜